炼体八字，吐气若苍龙吟啸，神动如战象奔腾。罗莉，你突破了。炼体八级。罗小王爷，自古英雄相惜，我不与你争那少年王的身份，只求重金买下涅槃月滴。冰凝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吧。涅槃月滴本就是我金兰国贵庶所出，何须买下？罗莉，交出涅槃月滴。月圆佳节，我不愿起争执，让开。如果没有我和王兄分别引发异象，你能得到宝物，不交出来就别想全身而退。我现在才知道，金兰国所谓的以礼相待，竟然是无理取闹的礼。姑娘与其阴阳怪气的指责，不如劝劝小王爷，让他认清形势。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改变，请你们贵为金兰国王子，请自重。你终于醒了，要喝水吗？我这就去倒。让你担心了。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除了感觉有点累以外，都还好。炼妖玉之行，让你受苦了。红颜姐那边，我们是亲人啊，互相帮扶是应当的。不管如何，你都是罗烈。冰凝姑娘比我预想中醒来的更快。小王爷这下可以安心了，不过大病初愈，还需仔细调理。多谢国师出手相助。无妨，拔毛即是罢了。今日是月圆佳节，王子们会在云月山上大摆宴席，二位可去散散心。国师，之前所说之事，我答应了。哎，小王爷，此举也实属无奈。玄龙王一心要取你性命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你离开北水国，对你对冰凝姑娘都是好事。谢过七长老。冰凝她好像伤得很重。她的伤除了炼妖玉的苦寒，似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，怕是会陷入长时间的昏厥，无法醒来。七长老可有法子？金兰国国师沙千里术法精妙，对于奇诡难解之事颇有造诣。小王爷不如即刻启程前往金兰国寻他一事。七长老对我有恩，日后有任何麻烦只需一句话，我罗烈必将倾尽全力相助。小王爷一路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保重。怕的话说句大爷饶我。哼，可笑。
看来，虫战员确实比罗烈强一些。这几招下来，罗烈应对得很是辛苦。未必，目前为止，他并没有使出全力。你的意思是，罗烈在等待时机？战元兄，罗烈与雪冰凝被关进去，这些时候恐怕早就变成两块冰人了，何苦你再跑一趟呢？当然是来看笑话的。我也很想看看他在我面前还能不能嘴硬。是你们，你们没死。哼，让你失望了。难道是你身怀异宝，可抵抗炼妖域的阴寒？虫战员，你竟敢私通逍遥阁，借刀杀人，今日之事必定你们谋反之罪。哼，无所谓，反正你们也是将死之人嘛。兄长，我俩的恩怨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黑白球，这不就是熊猫？手段降服不了他，那怎么办？